跟着我 ，follow me。来到英雄联盟。老子真笨人呐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大人，我土地老王，这啥意思？这不套路失败了吗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全军出击！誓约已定好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自己打吧，不管了啊！帮你 A 了一下，你要拉野怪的话就算了，我不帮你打。操！可以，骸骨破掉。白耗血这波，赶紧推进去。他有骸骨，刚才薛威是有点小亏了，等个 W 呢。来扣一。哎呦我操，有点痛。刚这波链没躲掉，这链躲掉了不会这个样子。其实我想反杀他，算了吧，有点薛威有点危险，拉倒。剑魔兵线不错呀，刚才其实是属于我操作问题，操作好点儿不会这个样子。操作好点，下一波应该能杀了，插个眼儿啊，卡了一下没关系。薛威有点小卡，干嘛呀这？操！差几小下，哎呀！
这要把瞎子杀了，一回血，剑魔也得死。现在我的装备跟剑魔的装备已经不成正比了。你可以看到我把他所有技能都躲了，还差点血量跟他。哎，这波给我抓的，真是烦死了。不能让他抠着啊！第二刀抠着，我估计我够呛了。我这有点玩不了了，这没有打野来，我这有点够呛的。太亏了，上一波。我出来还没剩六，他都快七了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剑魔是不是闪都没交呢？没交呢。难杀。我能把他杀了，你们信不信？他八十刀，我三十五刀；他八级，我六级，我能把他杀了，你们信不信？不信，看好。有点费劲，说实话，有点费劲。费点劲，还是费点劲，确实差的有点多了。耗血耗不过呀，这已经不是可以从操作上面能弥补的东西了。
我现在打他身上就刮痧，他打我身上就一块一块血往下掉。可以，600块。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不行，打不了。哦呦！我感觉呀，这死哥呀，不一定能玩的死的。还行，有助攻，可以接受。这150块，呀，一波三杀呀。这个时候不补提亚马特，永远也缺不来。记住啊。把提亚马特补了。去中路，太难受了，这瞎子怎么跑得那么快呀？后边有剑魔，兄弟们，后边有剑魔啊、哦！跑就跑，跑不了就拉倒。
确实是有点烦呢。让他打吧，打峡谷，收个蛤蟆或者收个三郎，这都可以。啥都没有啊！不过其实我装备还行，一般16分钟提亚瓦特配黑切，这是标配。哎，可以呀 ，nice 啊！再追，漂亮，小龙，慢慢来。现在就只能尽力的逃跑就行了。还行，打回来一波稍微，但有点稍微有点小贪了，应该打回来就赶紧走，该撤。保持一下阵型，然后撤了就行了。你发条这个装备，关键我等级有点低呀、啊。这11级切不死人呢。剑魔能杀吗？剑魔要能杀还行，可以。怎么又打起来了？不上了，不上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。这把得死哥拿人头多行，我们是真是没啥用。他有个分女儿，我发挥不了。这就打龙了，这发条没传啊，他没回家。这应该是够呛，死光了，不用去了，拉倒。
不是，他俩是不是有点修刚了？这有点瞧不起人了是吧？怎么的呢这？我操，这瞎子这么能歇？自信有余。哎，还行，不过这死哥怎么没打死人呢？这1000块钱没给他拿下。超级兵打了我300多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开龙其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，我说实话。开龙不是，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直接跑啊，这都不用回头了，因为回头肯定是没用的。是不是要一波了呀？还行，没一波，基地没爆炸，问题他就不大。龙魂他们家也没有，可以接受。是啊，700块，狼一波小发条，找到了机会了，厉害！能勾到吗？不及上啊！对，就杀了剑魔。哎，滑板鞋，死了，可以。我尽力了，兄弟们。哎，快跑吧，不行，打不了了。哎呀，好秀的瞎子。好秀的瞎，好秀的瞎呀。我这盾有点多呀。他应该大好了，守基地吧，守基地，守基地。差一片，兄弟，抽死他！这个剑魔，剑魔应该也能杀，我们这么老些人呢。哎呦！换人头，其实我们合适。花条杀漏杀人头，
还行，杀运输给他打下来了。瞎子装备其实已经提升不了了，发条一会儿也提升不了了，我们拿点赏金两件套就可以。AP 有点多，早点做法穿，出法穿吧。把这炮车的给我，你不给我炮车的话，我差点钱呢。差一百块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现在其实别的我跟你们说都不差，你们知道差什么不？差等级。对面全部都是16级、15级，俺们家这边都是13级、14级。等级差的有点多。我这进去就基本就是让分女儿给克死的，可以建模死了。别点了，滑板鞋有点无敌了，别点了，别点了，别点了。滑板鞋，滑板，哎，漂亮，这个能奶死，奶死，有的打啊！哎我操，吃饭吧。等锤石先手吧。这反正不整锤石先手不行。赶紧把下路中路的线给他收了，他们下波应该要推下了，所以下路的线很重要，赶紧给他推过去。小龙还有95秒，抓了我这波就聚聚，不能被抓啊！回家，回家出秒表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，小心点这里呀、啊！他们打的应该不会那么特别快。把他秒了，捡不了灯笼，你俩能把这瞎子杀了不？有法穿，哎，这瞎子真没戏，瞎子太能吸了。不过他们家龙应该打不了，但这条水龙怎么办？现在的问题，这条水龙该怎么办？这条水龙好像拿不了了呀，我们拿大龙换吧，要不真的取舍一下。但小龙跟大龙小龙跟大龙的血这也不一样啊，那个6000来血，这个10000多血。马上16级，如果我们下一波团还能打赢，这把应该赢了。也不是说还能打赢吧，能打赢
也不用打赢就能守得住，下一波团能接得住就行。这把应该就赢了，因为马上我们所有人十六级，现在等级也不差了，金克斯装备也起来了。来，要打大龙，我们主要看发条吧。死没了呀，这我没了，聚聚兄弟们，虽然这把输了，但是也没让他们好过，可以兄弟们。